要你的爸爸哈，请你的爸爸买一台电脑给你。那你有时候拍完的话可以存进去。那手机看一看，眼睛容易近视嘛。对，有时候你学英文什么可以用手机看，懂不懂？你录完阿嬷之后，把那个资料存在电脑里面，然后可以用大比较大的荧幕看。你就说懂不懂？跟爸爸讲说你要拍阿嬷母语，要存电脑，不要一直玩网络游戏，不然爸爸就不给你买。怎么？哦，那你是今天心情不好吗？怎么看你都那个脸都冷冷的？刚刚那两个在打什么架？吵架了，吵架了，吵架了。他们两个刚刚在打什么？他们两个刚刚。他们两个同一个年级吗？不同，一个五年级，一个四年级。哦，他们靠来靠去，扯来扯去啊。你现在一人给他一拳，他们就倒了。你们现在几个住宿舍？知道，十一个。哦，你不是住里面吗？是啊。对啊。十一个。你怎么不知道？好像是十一个。那在那边雇那个咖啡厅的也是你们的老师吗？嗯。也是哦，学校的老师吗？哦，外面的老师。哦。那你们在这边写功课之外，有没有课后辅导帮你们加强？有。要看书，你们在宿舍有没有在看书？没有，还是都在滑手机。我们去宿舍不能滑手机。哦，那都在干嘛？洗完澡就睡觉。哦，几点起来？5:50。哦，那么早？要跑步。哦，那你吃得很好哦，我看你那么壮。啊，你是不是都吃三份？食量很大哦。里面吃得饱吗？哎，你帮他剪一下，你先剪一下，我再拍他，拍谁？好，你们等一下几点回去？不一定，可能等一下就回去。那个下次叫那个三兄弟哈，他们叫他们一起练 B-box， 我拍一下。林承瑞、林文瑞、林祥瑞哦，祥是哪个祥？吉祥的祥。对。林祥瑞，我上次有碰到那个，拍到那个林文瑞。他上个礼拜没有回家嘛，在这边。嗯。你们老师上次那个丢出来那个好多衣服，人家捡回去。这个也是，这个衣服是他的。下次那个跟老师讲，有那个不要的东西，叫他联络我，我拿去部落送人家，不要丢掉，很可惜。他那个都名牌的，艾迪达、Nike。你是干嘛？你是很累还是怎样？刚刚。在打扫，我刚才打扫哈，好，快结束，再一分钟就好了哈。那个有比赛的话，请那个家长有时候脸书留言告诉我，那是公开比赛，有空我就自己回去拍，懂哈？那下次要拍唱歌哈，学一点，会不会50元的槟榔一点点？那个你们下面很多会啊，那个邱贤恩、叶圣杰哦，对吧？叶圣杰嘛。那昨天也是在跟那个邱世杰一起在唱50元的槟榔。你们里面谁最会 B-box？ 除了林承瑞之外，只有他会。其他都没有学哦。你们那个每次唱的什么红红的太阳啊，一大堆，那不是很多棒球歌也可以啊。有没有改编的？像是改编一下嘛，自己改编比较好玩啊，懂吗？你的脸不要一直不高兴的样子嘛，有时候哪那么辛苦？下次他们愿意分享的，叫他找我哈，我来拍一点。因为你们在球场上，我拍不到你们了。我现在只有手机，还没有那个录影机。有录影机的时候，我就拍你们那个打球比赛，懂吗？那个德鲁古话，谢谢怎么讲？最后一个，门后什么？门后外。对，门后外书，念一次。门后外书。巴莱，好，你的德鲁古名字叫什么？马嫂哈，那下次记得要多学英文跟主语哈。我回到那个受封的时候，跟阿嬷学一点阿美语，你把它当西班牙文、英文、日文、法文，有的会多国语言嘛，懂哈？要用手机录哦，然后那个叫爸爸买那个记忆卡大一点。等一下哈，对对对，等一下换你。
对啊，你给你看一下哦。